Thank you.
拢真欢乐。即个台要唱什么歌呢？要讲什么话呢？这首诗歌我真爱选这首诗歌，是因为总是会当表达徛伫遮个想要讲的话。毋知咱每一个人行入来教会，坐伫遮，心情是安怎？到底什么想法？虽然我毋知影，但是咱上帝咱知影，咱每一个人。所以咱会当用这首诗歌来感谢你这礼拜过也真顺利。咱来当用这首诗歌来感谢伊，虽然有无顺利的所在，可能是心情无好，可能是工作无顺利，可能是囡仔无乖，但是咱会当用这首诗歌，因为咱的主是会予人得到超凡的主。因为咱的主会当好轻易的欢喜，因为咱的主会予许阿别的人得自由，因为咱的主拢会赐予咱每一个人教会的快乐。所以当咱搁继续唱的时阵，咱会当来祈祷，咱会当来感谢主，咱会当将咱心内底的烦恼放伫伊的面前，咱搁来唱诗歌。心心的山高。
在咱每一个人，互咱每一个人信心，互咱每一个人快乐，搁会当，互咱会当有勇敢去行去有前路。